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話：本港 Omicron 變種病毒確診個案暫時未流入社區，相信唔會影響通關。最緊要咧就係呢啲個案冇流入香港社區引起爆發，咁就唔會影響嗰個通關。咁所以如果嗰個外防輸入真係要做得好小心，因為呢兩個個案都係喺酒店檢疫期間發現，之後已經送咗入醫院。咁到現時為止都睇唔到佢有即係散咗出社區啊，引起爆發嗰個機會。政府早前收緊非洲南部八個地區來港檢疫的安排，香港居民抵港之後要接受7日竹篙灣檢疫中心和14日酒店隔離。許樹昌認為，如果竹篙灣的檢疫房間足夠，可以考慮要求有關地區回港人士在竹篙灣完成21日的檢疫期。